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。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继续介绍我们这个小的套装，是我们的 Shaker Maker， 自己呢可以 DIY 手工制作出来非常多的一个这种石膏的人像模型。那么今天这一套呢，是以迪士尼《冰雪奇缘》Frozen 当中的人物能为主题，有我们的艾莎，有我们的安娜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一期呢是用了我们这个艾莎女王艾莎进行了一个尝试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呢展示一个我们的这个公主安娜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那么我们这边是想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，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小小的模具，小的模具呢上面还有个小小的这种蓝色的固定的一个小的工具，可以把它呢先用不同的模具把它扣到里面。比如说我今天选择就是一个艾莎安娜的模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是可以来调配我们的石膏。那么我们的石膏呢，就是需要我们自己用水和石膏粉进行一个混合。水大概是要加到五分之一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么多，然后再把它加入它的一个石膏粉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加了石膏粉之后，一定要快速的进行一个搅拌，然后让它进行一个充分的混合。大概是要给它进行一个转转转转转转，然后大概是要转15秒到20秒左右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shaker maker， 转的差不多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打开来，然后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正确的给它混合在一起。就是上下摇动，上下也要像这样摇动，进行一个摇动，然后大概这已经是超过了50下，50下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到它的这个小罐子当中，然后让它所有的石膏呢都慢慢的留在它的这个石膏模型里面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然后让它静置。然后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个敲击，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它的气泡全都跑出来，大概是几秒钟。让它里面的气泡呢都能够完全的跑出来。大概是在空气当中，就是让它放在我们的空气当中静置90分钟，也就是一个半小时。那么我们会在下期的视频继续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绘画的展示。会在我们今天的视频的最后面呢，是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这个画好了这个图案。那么我们等会儿呢是要来看一下它这个会展示成什么样子。然后一步一步呢是去把它的颜色呢给它进行一个上色。我们这边呢是要再给它等一等。比如说在这边呢，我们是在旁边，它如果是有多出来的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是进行一个这个摇晃啊，然后或者是让它多出来的地方呢再给它用手给它按进去就可以了。
那么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呢，会给大家带来这个颜色，用它的这个染料呢给它进行一个上色。如果所有的都已经是做好了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就会用了它这个小的石膏，就像这个样子，然后去给它进行一个稍微的一个装饰。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？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更新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直接给我们频道一个留言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